姐稍等。哦，我爱讲，我爱先啉一个大啤酒才用个食。啊，咁一定要啉？哎喏，一摆吼好佳哉，茶米甲我救转来。啊，我有答应阎罗王啊，讲逐工吼透早起拢要啉这大啤酒，我若无啉，会连累着茶米了。嗯，好啦，阿妈你啉，我起来救妞妞。好好好。南无何都那耶耶南无。阿爸。啊，阿妈，这早着你念经哦。昨暝嘛叫咧阿妹熬药咧擦开，你互伊擦着。哦，我嘛擦开，我拢无困。不，我念啥？念经啦！好，你知啊？今嘛那无简单呢，迄阿嬷吼，迄唔捌字啊，过晓念。到时会对地米袂滴过，我今嘛那念煞，我同款阁爱食早餐。我实在是足辛苦的。哇！你这是咧念经，还是咧讲话？啊，吵死啊！哦，恁乱讲话，咱规个袂晓念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！嗯，实在嘛。那。姚赞。啊，你放心啦，伊对你印象偌尔啊好咧，伊搁伫我面头前讲你足侪好听话呢。有影吼，啊，你的意思呢？包在我身上，啊，不过你要好好表现哦。好，我一定好好表现，好，我你满意。嗨，安周七哦，早，嗨，我还有过在吗？哎呀，哎呦，夹炸夹炸，套餐啦。啊！你无听我伫念经哟，你嘿嘿叫。哎呦，阿妈嘞，招来嘛，你实在足虔诚的啦，七早八早就一只念经啦吼。哦，安尼吼，我要学习吼，你啊，遐个伟大的精神，我嘛来念经，你来念你的吼佛经，我来念我的天主教的经。嗯，安尼加赞加赞，好啦，一心心生高好天主，我的主经，我的引我属，引夫妻子。南无玛利亚，南无圣存者，主耶利海耶，无从离别。哎呦，叫到麦地，叫到麦地，哎呦！今晚是要创啊啦？要爱食饭进前啊吼，咱爱 play， 要祈祷，啊祈祷，祈祷哈，上帝呀，祈祷上帝给你根本有很丰盛的菜肴给我们吃啊，我们要感谢上帝。听你讲啊。啊，这拢是咱家己摕钱去买来，要感谢上帝，他们你嘛好啊！来来来来，阮家吼无这个礼啦。搁再讲吼，咱信的迄教吼嘛无同款啦，免啦免啦，来来。无同款无要紧啦，吼，我拜我的天主，你就信你的阿弥陀佛，信你的观世音菩萨，安尼无要紧，反正伊嘛是好朋友啊。好，来啦，啊来，大家来 play 一下哈，来祈祷哈，好来，引夫妻子，去是神子名字，阿门。我的天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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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嗯，我煮的啊。你煮的啊？哎呦，你看煮到哎呦，人哦样半身哦，像人的素样的咩？啊，人讲啊，伢不看人啊，谁来人按多？我出去做事，爱吃饭、吃水，都是我当家要。所以呢，喊一摆煮啊，爱煮哈，比较稠一点，这个样子不能吃的。你嘛？啊，弟，不会另外再煮个客的不？啊，好，按样张错啦，哼哼。哎呦，吼、哦！这家门菜，这是咩东西？我啊，八公里呀！你看看呐、啊，这个哦，啊，
哎呦，根本就无咸啦，无咸就袂使食啦。哎呦，你知影？哎呀，你唔知啦，你点点啦，你唔好讲啦。你若要吃，你就吃，阿麦都要嫌东嫌西，阿这是你家，就是，唔是我家，我吃吼会安尼讲，那是阮家我就无袂讲话啊。哎呦，是你讲啊，唔知是煮啥物菜啦，要安怎吃啦？我跟你讲，今仔日吼我会来恁家啊吼，这就是要感谢阮上帝吼派我来吼拯救你们全家。后摆你们早餐吼，你点点啦，你麦讲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好嗨哟，唔是跟我讲啊吼，你看卖啊，这个卵啊，安尼定看可要安怎吃啦？这个菜脯啦，无够咸啦，哎呦，这个土豆啦，你看卖啦，啊，无够鲜啦吼，哎呦，我七炸八炸都吃这个啦。秘书干哪样刀嘞？吼，一支嘴哦，那都鸡毛卡松嘞，夹，我要炸死你！咱一开嘴要讲话，啊，话就甲咱呛呛去，这毋是看的，我塞一口的，你唔考虑命话。好，你也对啊吼。做口业，你唔惊叫阎罗王佫掠去？无咧惊啦，我咧透早起哦，念迄个大悲咒念几若百摆啊啦。我咧哦，结几若工啊啦，我无安尼错出来哦，好，我咧心肝哦，袂爽啊。袂爽，到时你莫佫去用掠去的时阵，我佫去地府求你哦。对啦，阿嬷，我的三明治佮咖啡咧，唔知啦。阿嬷，啊，我也无得是你啊！你想哪咧？甲我生气哈？我唔是咧甲你生气啦，我是伫气个查某啦，啥物水当当，袂堪要人气阮啊！啊，原来你是咧气阮阿姨啊！啊，毋过讲实在，伊实在足过分的，对无？你也有安尼感觉哦？吼，阿嬷，你就毋知咧，我细汉时阵哦，足惊伊的呢。我一支嘴，你夹夹叫袂出那鸡毛卡床，还管东管西呢，我真正是吼够超过。对，吼，伊吼，原来你讲的安尼，足唔是款的对无？对啊，实在足唔是款的，伊也无想看嘛，伊是来咱家做人客呢。安尼三更半暝，爱甲大细声，还阁有啦，伊哪会使安尼报道阿妈你袂规家伙来看你对无？安尼爱甲大细声，安尼规家伙计传染着要安怎？对啦。我是代念讲哦，伊是你的阿姨呢，我才无讲对伊足无客气的呢。我咧想讲哦，伊若阁继续安尼唱酒咧哦，我真是要想一个办法甲对付。对，阿妈，你一定要甲对付。你安尼做，我一定听你的。安尼明日是不是较爽？哼，你啊咧，吼，我咧吼，规个这心肝头拢开去呢，我咧去开完了。嗯，阿外三明治要加冰的。啊，就给你传好啊啦，等下啊，等下。哎呦，德美啊，你真闲啊吼！哎呀，你闲神了。可怜呐、啊，但我是讲恁翁哦，伫咧洗车场哦，去用糟蹋到安尼，啊，你搁坐会条？啊，我是有够钦佩你的啦。你即摆讲啥？我是讲恁家啦，迄钱哦坐到压榨啦，啊恁翁哦趁钱是趁到郁卒啦，吼，讲你偌疼翁哦，哼，鬼才要信。你的意思是讲，阮英雄伫洗车场互头家欺负？我不知道，你莫问我，哈，歹势。看，敢欺负阮英雄，我来找你头家算账。你传香烟。哎，熊太太，你要帮英雄拿奶茶来了。对啊。两杯嘛，啊，杯给我的。给你。什么随便呢？你想得美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跟你警告，你想好对我英雄较好，你若无好，你死个就歹。吼、哦，为什么每次来找英雄的都是恰杂毛？你讲啥？恰杂毛？不是，上一句。为什么大概来找英雄的杂毛？你是说有别的女人来找他？
我有烤窑了，我有软酒都说出来了。我是这样讲了哈，英雄长得黑黑啊，啊对对呀、啊，胖胖的，怎么有那么多杂波来找他呢？今天是你，明天又是哪个杂波来找他？嘿嘿，实在搞不清楚啊，不知道是你是他的魔，还是他是他的魔啊？我就是音乐报啦。哦哦，你是他的魔，那个就是外口的魔啊。可恶，我靠，到我起死音。卖羞气啦，对不对？都是查甫人嘛。不过那个查某来说对他不错的呀，啊，给他擦擦汗呐、啊，哎，送个东西给他吃啊，按摩按摩嘛。嘿嘿不过哈、哦，有时候看不顺眼的，他当着我的面那个，哎呦，我看了就吐啊。家啊，他当着我的面那个，哎呦，我看了就吐啊！你家啊！哦，你嘛卖安尼，你画甲迄布拢会飞，害我得家庭算起来是甚物代志？你进来。我唔甘你，今日去做工课，小心可买两杯珍珠奶茶给你吃。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！我是对待你安怎？等下再跟你算账。阿爸，即卖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啊，你人阿要安怎，我哪知？无啊，阮丈阿嘛要安怎啊？阿姨。爹咪啊，坐下！啊，你不是讲有买什么珍珠奶茶啊？伫倒？啊！老板，啊，你那有进步跟有前途，挑我的珍珠奶茶。有吗？那我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？有。啊，现在嘞？没。所以被他们挑走了啊？会吗？去问啊。好。你有偷他的奶茶吗？没有啊，明明就是我买的。这边有没有新的名字？啊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过了，刚刚掉了。谢谢。我的妈，到哪儿去找茶？找我，有什么代志哦？我甲你当作你是我的好朋友啊！啊，你无男朋友，你甲我讲嘛，我先帮你介绍啊。你即卖是咧讲啥？我听无啦。啊，莫阁假啊啦！你阁听够嘛？无彩我才相信你，阁拜托你好好照顾阮翁。啊，结果咧，你甲我照顾甲踮咧变成翁。我哪有啊？我讲无，你是毋定走去洗手厂？嗯，啊，你是不是常常拢关饮料去银行啉，搁甲吃干，搁甲做日头？我关饮料给你，啊，甲吃干，这是应该的啊。啊，我做了惯习啊嘛。好、哦，你总算承认啊吼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搁来爱银行？讲啊，你啥人唔敢讲？讲啊，讲就讲嘛。我甲银行本来就感情就好诶，是你硬要嫁入来啊。我搁咧等，搁咧爱。我你是要安怎？
婆，阿婆，哎呦，你臭屁来哦！啊，叫遐个大声拢无听到，你这臭屁人啦！啊，我有听，我早就听到啊，我不爱插你。哎呦，阿婆，干嘛生气呢？你是安怎受气的？啊，你就知影我这个人吼是安尼啦吼，啊，有这个嘴就无这个心嘛，卖生气，卖生气呢，哈，叫来嘛，私闯都来啦哈，死人呆所在，我要来知啊。哎呦，你讲啥啦？不是啦，私闯，我们客家话哈是起丢啦。你别说啊，我还要去买菜呀。免啦免啦，哎呦，我若要爱啥，我家己也要去买啦。啊，无到时你若丢哦，俩准讲，我甲你苦冻。哎呦，袂啦袂啦，阿妈你唔好安尼讲啦。我跟你讲吼，我来恁家哇吼，哎呦，若看恁家食迄个物件吼，实在是讲吼，不是讲食好食啦吼。来，今仔日吼，我没到你们家里来都不要紧，那我到恁家来吼，看到你安尼食吼。我若是无做菜给你吃吼，你就唔知要阮客人啊，迄个客家菜哇好吃吼，正经的客家菜是啥呢？今仔日吼，我就好好的来表现一下，做几个菜给你批判看卖呀。嗯，好啦好啦，你若爱做，你就去做啦。来来，我来讲啦，哈哈，你在家吼，你去看好啊。咱即马出去对无？啊，我正手，我正手直直行到遐，啊过三红青灯，倒手，啊倒手过一直行。我看要外久哦，全世界的人哦，拢会歹去啊。嗯。无得米啊！你怎个想啦？哪会坐面啊，凹嘟嘟啊？阿妈啊，你甲我讲，我是毋是破坏人的姻缘？那啥物人讲安尼？啊？意林，意林啊！我俩准讲是啥物人讲这啰话啦？哎，你嘛拜托的。但意林一支嘴哦，甲因老母同款，拢放上头啦。但意林的话会听，还够晒着人接。是真的啦，意林已经对我承认啦，伊到今麦搁咧爱英雄，一直咧等你啦。你嘛帮帮忙，但意林爱英雄，迄是通人知的啦。啊是安怎？到尾阿姨嘛是搁娶你啊，安尼就好啊嘛。也毋过因到今麦搁藕断丝连，放袂离啊。阿妈。好啦，阿嬤会替你做主啦。我跟你讲啦，啊，但即摆吼，英雄心肝来，敢若你尔对无？就准讲伊有甲意林联络，迄是兄妹仔的感情啦。兄妹仔感情嘛袂用的，英雄敢若用予我一个人尔。啊，若听你安尼讲起来，你足爱阮英雄的吼？当然啦，伊是阮老，我当然嘛爱伊。嘿啊，你就要安尼讲对无？啊！你唔着爱甲恁翁哦，安尼忝命命，你嘛唔通安尼日日吵命啊吵，到时伊拢惊着我走去，你着找无翁哦。你不爱买我，你不爱买我，我干那叫咩咩叫咩咩阿叔啊！我来买咩
你啊！哎呦，你脾气真袂歹哦，唔通安尼哦。哎，我来变做。我看伊去到楼梯才够影。无咧卖啦！哎呦，头家，唔好遐尼大声，我跟你讲，这只啊，把我包起来啦，这唔好啊，这袂歹啦。包啥？你甲我藏咧啦！哎呦！